争抢一碗咖喱饭是难民每天最重要的事。上百名孩童不断推挤，军方也只能用藤条维持秩序。已经排了几个小时的孩童争先恐后的向前移动，空气中满溢诱人的咖喱香气，更让孩童难免饥饿，场面混乱如暴动。走进刚新建的难民营，塑胶帆布就是遮风避雨的家。卫生环境是最大的问题，一口地下水井就是他们洗澡的地方。